萨他们呢，从几天前承担起了海内外环保菩萨精进的团队，哇，他们呢，真正的训练有素的，不愧是资深。他们呢，在慈济的四大事业呀、啊，他们都是投入，从无到有，从盖医院一直到了建学校，医院盖起来，从医疗志工一直到这个教义的慈义菩萨，他们没有间断的，还是密切兼顾的是环保。所以环保呢，对他们来说呢，都是就如加强饭一样，那样的投入，那样的用心在经营这一回的生活营，环保精进生活营啊，他们来承担，都是呢，很多人都在赞叹，因为呢，很和心和气，互爱协力，所以那样的正气和气，那协力这种的，安尼一路带过来啦。国外归来的也都是呢，皆大欢喜呀、啊。远远来以后，那一群人干部们呐、啊，也都在留下来。昨天呐、啊，也在分享了环保的用心，而且尽行受，献生命，那种。不是口号，是身体力行，好令人感动啊！大陆这一回也有不少人归来，其中也有很感人的啊，医生牛啦、啊，自己也是医师，那在环保中呢，承担了、啊、站长，很感动。而且呢，这个站长不是挂名的哦，是身体力行的。那种的分享哦，真的都很感人。他很忙，可是呢，他对环保不马虎，也都很承担。这实在是他的故事也是很感人。总而言之，需要人人放下身段啊。都用心了解到了环保呢，说清楚了，它是真尖端呐、啊，也好问，也是呢人所必须要的，它不是笨手，它是已经形成问题，问题呢是人人造成，现在需要的人人来解决问题，这是。全人类所需要的，所以我们要重视马来西亚的环保菩萨，在花莲结束往南行去观摩，这样的走一趟啊，更能体会到大家的投入精进啊，原来呢，那就是共行，不是在那点。我们还是要多用心，不只是知就好，我们呢还要身体力行啊，这人与人之间啊，我们要付出以爱哈、哦。慈济已经呢超过半世纪了，今年的周年开始就要说，我们要跨出了53年，第53年的起步，所看到的，这就是培仁师父50多年走过来的成秀峰。
今年已经90出头了。他从我在普明寺那个时候，他就走进来了，那他一直到现在，一心一志，他是一位会计。那个时候进来呢，从无到有的，在账簿上呢，他都很用心哦。词句呢，很细腻的构思文物啦，在他那里都有。他已经呢都高十多岁啊，把这一些呢，不管是一张纸一张字，他都收藏得很好。他的笔记似乎和伊个伊家己个吼，那所记录的故事啊，真多，多少个案呐、啊？那个时候，他曾经陪伴过的年轻人，现在呢，也已经在社会从事社工，也出来做见证啦、啊。慈济真的进入我的生命的时候，是在我大概高中要升大学的那一个暑假。嘿，那其实因为爸爸他工作的关系，发生了一些意外，全身的瘫痪。我那个其实已经几乎要放弃升学。那个时候就是慈济的师姑们就是鼓励我，然后说服我爸爸，嘿，让我去读书。那个时候其实是我第一次要北上，我心里非常的焦虑。那个时候，秀峰师姑还有其他的一些委员，就是把我从丰滨接上来，帮我准备一些细软，然后又帮我送到火车站去。火车站，然后到台北的时候，还有人去接我。然后出了车站之后，他们又就是学校那边又帮我申请宿舍。对，我觉得他们所做的其实已经远远超过家人所做的那个部分。他们的陪伴呢，跟现在一样，从关心个案落实家庭，同时呢发放助学，同时陪伴孩子就学，从花莲读到台北，台北还要接力，由台北的委员在接，一直到他在大学的人宿舍都帮他整理，这样走过来哦。现在所说的长照，不只是对老人的长照，像对现在的看到已经都是呢中年以上啊啦，能照顾鬼人吼、哦，啊照顾人的人呢，已经都是迈入老疲劳阶段呐、啊，被关怀过的这一群呢，不只是中年，也开始要步入老年了。总而言之啦，人生时间呐、啊，分秒呢这样的流血过去，时间能累积一切，所以一直呢在鼓励人人。不要放弃每一分钟，一念心的起心动念，好好的把握的。所以未来还有多久，不管它，最重要的把握此刻，我们的把握当下，恒此刹那，这一刹那间的一念，就是我们未来的永恒。所以一刹那就是一辈子，这一念间呢，会影响你的一辈子的方向。就如早上的晨仪一直跟大家所提起的这样的精进，要精实，要精准，这个意气啦、啊，元气啦、啊，就是气象啦、啊，气象方向，在这一念间，我们不能呢一丝毫的偏差。这手指头是这样，假如
是点啊。虽然前面看来不大差别，其实呢，这样跟差一点，那就变这样去了。总而言之啊，心念呢，跟这一支方向的指南针，差一点点，方向会差就对。大家要好好对准好我们生命的指南针，那一点都不能偏差，请大家要时刻要多用心啊。